进行今天的第二场演讲。那我们第二场的专题演讲呢，我们邀请到是我们的政治大学名誉讲座的教授李光茂老师来帮我们做专题演讲。那我相信在座如果做宗教研究或是道教研究，对李老师的相关的研究一定是不陌生。那老师呢，他不但是属于那个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经典的解读，然后呢，老师的研究里面，他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他是亲自会去跑田野。刚刚劳伯文老师有提到，很多东西在田野里面，在田野调查里面，你会发现到新的问题，然后再重新回去看我们历史的经典的时候，会有新的一些开发。那老师，你是我们等于就是道教界，你现在学生里面都是老师的学生，啊，都是老师一手带出来的，所以老师的影响力在学术上影响力是不少，大家都非常清楚。最重要的是，老师还不断的在开发新的议题，不断的在发现新的材料，然后带领着我们看新的，用新的思维和新的思考。那老师今年呢，除了他本来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讲座教授以外，也获得我们政治大学的杰出校友。也就是他的影响力在学术界、在民间、在道教界都有一定的力量。今年呢，非常高兴老师也愿意在百忙之中，因为他要协助我们筹备这个会议，要帮我们联络，他还是愿意花这个时间给我们。特别是今天讲的是超粉，这里有非常精彩的一些论述，老师是一些第一次。好，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老师。大家好。这一次呢，因为很多老朋友只有过去他们名字不能来，所以我们老朋友几乎都见面，当然也很多的情况在群聊，所以呢，我就讲一点，为什么我要写这个题目。在台湾我参加63代到64代的科学史的活动，其实我看过很多一般观念看不到的，特别是天堂剧跟很容易，但是我总觉得这东西呢是教练的东西，不是公开。但是后来大家知道那个像刘仲敏他们多写，那我这几年退休以后呢，在跟他们讨论，然后我也跟比如说天师堂的华路组呢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这个诸多努力之下呢，我想说我用一种既内又外的方式来介绍这个玉，就是玉跟天玉跟捏玉。那么当然，玉的后头是超粉的正理。那么这个地方道场，从龙虎山恢复收入，台湾地方开始收入以后啊，那么就会涉及到这个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应然性的，我不讲不实了。就是受禄的这套规制在道教里面的应然性的理想，它的这个所谓的发挥的全能作用。所以我就最近就开始在思考，我想会有自己的研究的能力一点方便的一个理论。所以我最近正在使用那个所谓道教作为一个文化百宝箱的这个观念。所以百宝箱就是说，天师祖很多的地方大会中心呢会被收纳进来，但是呢，天师祖呢也会把它收纳出来的宝贝呢，也会从来拿出去。这种作用呢，有点像你知道吗？哎，在人类学里面讲说文化仓库很多，但是我采用的是一个文化百宝箱的这样的概念。我最近呢，这两年演讲几乎靠的是文化百宝箱这样的观念来解释。我对这个现象，然后这样的一个研究，我想过了，像刘仲敏、张光光他们都不断的在做。那当然，每个人拿到的资料不一样，所做出的结果呢也不太相同。那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我很早都看过那个63代天师的记录，然后这个天台秘谱它怎么用，它就怎么用。啊，我觉得刘仲敏做的蛮好的。介绍，特别是关于度，刚才这个他说你讲的这个他的那个艺术保护公开过，我知道电网上他们公开的，所以对这个所谓的天台秘谱要怎么研究，
我收集的天然语言超过10%，就是很多都是民间的。我觉得人类都是民间超人，各种状况都有，所以我要称为选民最好的超人，这是天然语言。第二是你今天这个回到那个时代，这次民国最近几年我这个努力习惯来做一个所谓的礼经天域的一个教导，我也说了一些超人，他也说了更多的超人，我就希望跟会长到他那边做一个教导，因为大家看到了大会里面的礼经天域是一个被调整过的，你完全如果你没有看过超人，你完全不了解这款原来的变化，但是徐慧跟我这几年整理的这个礼经天域的这个超人可以翻转。大法会里面的经天地，所以，因为这次能来，我很高兴，因为他正在做很有意义的工作。过去在台湾的道坛，从来没有看过五行天地。这些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很多地方，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抄本的五行天地，为什么台湾没有？但是台湾的道士在受禄，在所谓拿着万能中坛，就一样的刑法。这到底什么关系？这个百宝箱，有人去了龙虎山，然后呢，他拿到这款，福建在隔壁，但是呢，他去了，他可能拿到天然这个所谓的万宝洞，自己抄了，我们曾家还抄了天然有回来，但是他没有拿到女性天命，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次我没有把它写出来，就是还有很多疑问。所以这个一出呢，那个。我建立这个不闹百宝箱的观念，就是你可以进去，你可以拿出来，它不是什么永远藏在里面的。所以呢，我就透过这个机器呢，来了解这套东西。那么另外一个是，我管理在跟超人，道教有刊本，但是呢，还有邪本，那么还有口传本，所谓的密咒啊，口传本。在什么呢？宗教研究里面，道教呢建立这个所谓刊本、写本、口传本的这个传统，成为道教的独特的风格。然后过去，其实我跟那个我们都跟做了几道，就开始多用道藏做研究。但是道藏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本子，你不了解那个道教在地方的复杂的情形，所以后来我开始反省，我这个用道藏所建立起来的道教是。干净本的道教不符合真正的佛教的过程，哎，在这种情形的话呢，我就开始注意的所谓抄本，还有那真实的，这个、我请徐慧协一面他收集的这些刊本，正式的刊本，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情形能够不断的，那道教研究过去的光是道藏很够了，现在光靠道藏不够了，必须要开发更多的材料，然后这个材料能够更进一步的来做。我这个可能要写出来，但是后来，我想让特别的一阵入围，看看我写文章。我在写文章之前，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呢，我是一直那我现在什么就开，把所有的材料，经过他一个礼拜的思考，把材料通通塞进去，然后再来写。对，很多。那么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天然地壳的问题。天然地壳有很多的根本。但是呢，有内容跟外观的差别。我所看到的地方的抄本，大部分都是外观的，所以你看很多都没有，都不全的。那第二个是所谓的，这个所谓内容跟外观，另外一个是路程所动跟路程所动。我讲这话，大概华路局的人都听得懂，一般的人都模仿。更重要的是，天然有一种研究。光是把它里面的滑路弄出来就叫研究吗？不是，那只是一个秘密的线索，我找到一个焦点，那我就找到一个焦点，地格跟天地天域是怎么结合在一起？这当然也有超本的依据。这是很谢谢那个我的滑路局的单位员给我当时的资料，这个资料是很重要的。这个本子是没有注笔盖上或者是整理，很多人有一点虚。最近超然呢跟我们在注意这个材料，这边有一点虚，
天，怪怪，洪武，洪武什么23年，目前我所看到的全世界有关你的那个最早的一个本子，但是他到底是在什么争议？等一下，我可以讨论，是南昌的这个古门子这个有序，然后呢上下两侧，然后这里面呢会提到北海，提到经纬，重要的是它的地点湖北。那么甚至连宜昌都出来，然后它的土地是上千山洞，没有上千山洞的拿不到这样的天堂地。我看到这个本子之后，我记录这个是恶汉之友，就是恶汉之友。既然天地间还留有这样的本子，道正都没有，龙虎山也没有了。那这个本子，你看，这个就是我把它整个弄出来。这个序里面提到的有关键，如果这个超然也承认，这个道德就也导出来。卞先生等等，见王这个所谓的杨先生等等，当然就来王先生。哎，这篇序是第一次公开，第一次公开发表过的，所以你们可以拍，没问题。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学术上没有问题。好。那这个后来也帮我找，又画了几年找。你看这个面态是这个，关键在什么呢？他在什么呢？特别是武当山的这个道士，然后在龙虎山住了20几年，然后什么呢？张正常跟什么呢？跟现任的都关系非常好。你看住了这么久，都要什么要回山去，才有这样的根源。我今天也提到了，练太素，他是住在洞外面，所以我跟超人的计划，找个时间去龙虎山去看看。然后什么呢？他里面呢，他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蒋雷古呢，后来当了十二关的这个主管，哦，那是他的弟子。然后呢，练太素很明显是武当道士，所以最后呢，他回到了这个武当山。这都是历史上的一个很具体的人物。然后这王建的序呢，认为说这样的东西是经纬，啊，经纬是什么一个换的玉，因为有这个王顺生啊，然后什么呢？还有杨通啊、王建等等。好，上面帮我找出的这个王通，他是住在武当主孝宫。我们上次。全队呢去当看过了，所以我们都非常清楚，从紫霄宫什么是武功，我们都知道。然后呢，根据认识点的资料，也有对这个人会有一些说明，会有一些说明。所以那序里面的重要人物我们都找出来，啊，每天看的比较快。然后王建这个人被找出来，他在道藏里面收录他什么资料，都很清楚。我相信这个还不是全部的资料，还有更多的资料。那么我们可以确定是南昌说真的，然后什么呢？善书画，啊等等，然后什么呢？这个也有一些资料提到他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然后他也有他的地址等等等等，都有固定的材料。这个我在文档里面就是把它写的清楚一些。那么这里面呢就提到什么呢？他说是。南昌说将在武昌当兵，然后因为后来他死了以后，他的徒弟呢把他称为祖师等等。不过大家注意哦，这是我们这样的观点。儒家的人对道术都很不客气，一个小毛病呢可以把它张扬很大，所以大家用儒家的资料特别小心，因为什么？因为他对道术都不怀好，很多不怀好。所以你用这资料不要被骗了，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用这个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所以为什么？因为他都讲说什么“一不知己何以得之也”。我们在我们看到说，安哪一段？对对，这根本就是没有区别。然后你看，但是呢，这个我们既然就对出了这个版本，你看跟武当山有关系，武当山有清维派，然后什么呢？
这个他的玉格到底是跟清规派有关系呢，还是跟武当山跟这个龙虎山有关系？因为他在龙虎山住了二十几年，如果那时候龙虎山有天坛玉阁的话，他怎么可能完全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机会抄回去？各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把它做定论，但是我认为这中间有非常微妙的关系，因为那我会认识的本子不全被删掉了，删掉太多了，所以你看到的只是视频，但是都没有品质。没有品质。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好好研究一个。听说我这个资料是可以用的话呢，他的时间是在张正堂到什么张永初的时间，就是在大家看这次孔子整理的那个历史爱听书馆，那都是赫赫有名人物。孔子后来在注里面也把这个都注了，大家可以参考。好，那么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说一本指的就是。五十大天都要做运动，那个徐慧先也给我一个北京的那个本子，我觉得那个要做那个本子里面很多错字，就是因为那个抄本的问题。但是那北京的本子有很完整，所以那个重新可以再讲。因为既然那个他都公开了，所以徐慧，我觉得下次可以那个北京本子那个重新再交一遍，要弄出，因为这个弄出来以后大家不方便，对不对？或者这边要做那个本子里面很多错字。你都不完整，你要公开就公开完整。但是刘修那个那时候已经很不容易，用抄本来转录就不容易。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校对更多的问题。好，那么我这两本来做对照，那刚好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在明初，一个是在清初，不得了，这两个时间中间有很多的抄本，但是很多抄本都不太完整。好，那我说根据这两本，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有四个耶稣面。地学院地府神像，哇，到了四道院的本子就多了。你看，一百年哦，应该讲，龙虎山怎么来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吸收的人越来越多，那一统三藏全部以后，很多人都要去，你去了就要满足人家，这是重要的原因。而这一点呢，刘仲兄啊指出来，但是他为什么他没有讲得清楚？这个我们可以再做了。那你看呢？我列出一个。我现在目前是先把它录变出来，一格图是慢慢一大堆的格数，在大法会里面完全看不到，你完全没有前面这个，你怎么填那个品格啊？对不对？能填一个四品，对不对？但是我在想，当时是那不四品录出来，龙虎山呢非常有前辈，他那很多东西呢不录出来，你搞不清楚。他给你知道这种视频，但是这视频是什么意思？搞不懂，为什么他不懂？但是你现在这个本子，所以我怀疑这本子是不是练太术带回武当山，然后湖北的道士去武当山抄的？因为这个什么呢？洪武年间的序不可能伪造，不可能伪造，因为都有人嘛，对不对？哇，如果这样一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所谓的道法会员这个本子就是跟这个非常接近的。那我做人规矩的，他的笔录都能录下来，没录下来，给我再写文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行动。然后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论千种功劳格数，做道士，你有什么资格可以胜造？你的功劳在哪里？要见见，你帮人家做一场功德，就有资格加分，他有几分？道士的加分呢、啊，当然做善事当然做，最重要的是你要替人家做。所以道士的一生耕耘学好以后，如果没有做，就太少，那是都不可能。那现在当然不乱了，现在是你只要去就怎么说，以前就比较规矩啊。你要看看说我这段时间做了什么，然后这本文字上的这些我们对重点就是我们内，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出来啊，这是一个大概经过。那么。道法会员，我认为它是个简本，但是什么呢？重要的，我跟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这个老经验，我会从里面看出一些东西。下卷的第一条，提到这个什么呢？遵循法官，断情鬼神，变合一，皆以兼天力之罪，勿再从轻。你法官，你有受禄的，你
这个远万的公堂的，给你一个位置的，甚至给你做了路人。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一本，你怎么做？你的身份在哪里？哎，弄清楚哦，是一定要按照你今天的做就行。台湾的道士他们这边就根据理念，因为没有这一本，没有这一本。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在天坛玉阁里面的找到他所说的东西里面，就是有你今天地跟风地风月天，就是正正龙对坐的那这两种力，一定要说，一个是什么对位置，一个是对地域，非常完整啊，非常完整。那么这样的完整的东西，当然它有很多仪式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哦。做天坛地的研究，不只是把那个路公开，而是你在路里面你要看出它的关键，而这个关键不是你用想的，不是哲学式的自己的构想，而是有依据的。所以你今天你可以住哪？明天地面在大华文会里面都有，这个列出很清楚。然后郑总做的那个什么风度啊，也都很清楚。最近，这个超然他们这个读书小组呢，他们前不久把那个总道会全部通过了，所以他们对这个非常熟悉，顺便找到很多的路，持续的发展。然后，他们就出给全部里面，这都非常重要。天坛玉阁里面在出给的这个项目里面，就很清楚的讲。前面讲什么七鬼号令、天团号令，就是牌子，很好。接下来比如说你今天的风度地域，那现在还有什么做波什么地心法？对，像我这个郑总啊，我给他这个资料，就是要给地心法。地心法是什么呢？天是给的，不是原来是自己有创造的、哦、那个送你的法脉，然后天是把它收编的，因为我是百宝箱，我把它收进来，收进来以后呢，我才给。这就是我提出白表示的问题。他给出啊，给出。然后什么呢？收编到给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当然，我过去啊使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劳动篇的这个所谓的灵魂主义。那这个大家看了可以看。另外一个是这个，这个，那我跟许贵同伴，因为我们都看过这个。这个本子里面很明显的是元代的本子，因为元代就有刊本，就是徐渭说那个北京图书馆还有，但是对甘肃的那个地面跟我所说的抄本完全一样，那就是元代的本子的这个所谓的抄写本。你看这时代到元代，明代之前已经天地已经被龙虎山收编了。已经把它放到宝贝里面、宝库里面了，所以我这个本子上面就很清楚的写到建德堂、真理殿啊等等。然后一般所缺的那孙宪的孙刚，在抄本里面都很清楚，都很清楚。那么这个本子呢，我就称为叫另外一个道坛的那个书本啊，就是刚才那个那个本子，就是那个那个玉本。所以你看，我就透过这几个本子对照，做明清道教没有抄，没办法做。做明清道教光靠道藏不可能，因为完了以后就没有修藏。而道这个所谓的道藏机要，那个根本就是一个祭坛，只要以祭坛为主，所以整个空白。所以我们的明清道教史整个什么史上都是建构性的，都很少资料建构起来的。哎，你看这个材料一出来以后，你就可以发现。道教在明清的时候并没有停止，而是什么呢？直接在地方道场在讨论，这是我们长久的天理道场共同的一个印象。然后呢，当然以前原来是天律，那么后来呢，原来是鬼律，后来才成为天律。然后我很快的跟大家重新整理了一下，这是徐渭的给我那个本子里面跟我的对照出来。原来的顺序是这样的，先天官，然后给这宝官，再升林，
神力不代表仙官，代表是正神，代表土地。下殿里面才是小神，一直到什么各地的土地。你没有这个本事，你怎么地方道士在地方道教做什么事情？但是道会里面那把宝藏放在最后面，哇，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那个本子好写一个宝物在前面，就是说原来的最早是要先给法官，我先认定你是法官，你有法官的资格，然后换件后面的仙官，你死了以后就当仙官，你没有说了不肯当仙官，然后你看很清楚哦。所以我说啊，这个以前啊，这个那道法会很缺德，他故意跟你搞乱的，所以你完全搞不清楚。你要没有抄本，我也搞不清楚。你看，这个就是道会的那个秩序。因为他把什么把仙官法官放到最后，所以你要倒过来读。不是你要倒过来读，但是他把那个仙官法官放到最后，其实也没有他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什么？越狱须知之，越狱须知啊，放在最前面，抄本放在最前面，就现在的道法本子放在最后面。那你搞不清楚啊，你会 confused。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本质。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整理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发现，这个在分卷分上下的时候，这是有用意的，不是随便的。一个道士，你成为你够格，你受禄以后，你如果没有这个本质，你怎么知道自己身份？你对自己身份的那种认定，到底什么认定呢？要靠天律跟业力的作用，跟天律。那接下来就天律，天律这个正统正统，他国术人士的正统，所以在香港有责任的讲。那么天律当主是丰都统，然后天律呢跟北地派有关系。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我的一个本子，我说的本子，你到若我看到这本子。都是在台北的爸爸商场，然后到港澳，然后到处去收，因为他可能会当做会务，也可能当做期货合约。结果呢，我发现有个本子，居然上面有黑玉字语。原来黑玉不是什么呢？不是没有用的，不是道藏里面的金东西，不是博物馆里面放在那边给人看东西，它是用的。还有我找到这个黑历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哇，原来黑历可以这样用！哇，这个黑历，我一做以后发现呢，根本就是从天地出来的，从天地出来的。哦，就你看我做了一个，我对邓有功，我来跟那鬼帝做一个比较，因为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这个宋元的那个道教，它很多的新的宝派建立了我们今天民间的地方道场所用的规模。没有宋元这一段，你根本不了解今天的道场是怎么做的。所以呢，我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比较，这个大家看到已经有些关系。然后什么呢？这个邓有功在整理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调理，但是我觉得调理，因为只有邓有功才把怎么用和原理讲得清楚，就是提供原理，然后老师是一个蓄力出身，在宋代啊当过蓄力，所以他有能力去整理这些东西。你说谎也好啊，不能清楚。哎，其他的本书没有讲这么清楚，而邓有功的本书讲得更清楚，所以这边呢，我把它弄出来，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做成不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这个绿怎么来？这个它的序我要把它弄出来。它从往上，这个从直接到杜光庭，然后下来，然后它的很多的，你看到它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格，有生肖立德，有公路黑绿，然后什么呢？如果是什么根据这个所谓的黑绿的一个长法化。鬼神犯了罪以后，可以根据上天律跟地主来讲。所以道教学就是靠一群这个孜孜业业的学者，然后共同建立起来，不是谁可以报上报。有仲尼兄，有菩萨，然后你看我，然后反正呢，我继续往前带出去做，就可以看出来，就是
断的建立起一套公司。那么这年貌公干呢，是就把它通通拿进去了。他这个这个资料，我看过去，那也是有理有二意思啊。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拆入金主。过去这一套，如果不是进入所谓的官方的或者龙母上的系统，这一套龙母不存在。换句话说，帝王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注定宗教的律，不是民间，我不相信民间的道士完全可以做出来，这是合作的关系。那么他就是说入金主嘛，然后他才能够什么导览，或者材料才能够变出这种东西。所以我始终哦不相信说一般的道士就可以统筹一切，我觉得这中间是合作关系。哦，政府当然希望，政府只要统人界，要统神界，然后他的白手套呢就是高道。哎，这对他很方便，就跟台湾一样的。以前国民党要管庙的话呢，他不只在管，包括道教会一样的，白手套，白手套。而且很有趣的，哦，因为我们以前呢，都过度的把那些人物团体神化，事实上他们就是一个中介，一个桥梁，一个桥梁。哦，但你可以看出来哦，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什么劳动天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的都是这样的。然后。作为这种，因为我不用神职，神职是西方观念，所以我们神道还是就比较。那对比说，你为什么不用宗教？我说宗教跟神道还是不一样。那你可以看出，哦，这些都是我把它整理出来的东西，你可以看出来，那我们这些观念如何来怎么再顺便？它位置不对，你怎么对的？所有的意义都要仪式来表现。如果你纯粹讲意义，那就是哲学。你所有意义要经过仪式，经过神话，然后呢，透过道理。所以，中国如果最后讲老庄道家是不完整的，因为老庄道家的实践性大部分都不完整。真正实践老庄道家是道士，连道士才实际在做啊。文人顶多是个人素养，特别是那个诗意文人，用老庄来什么自我消解。但是道是积极的应用，所以我觉得我研究道教到了70岁以后，我觉得我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原来一般人从老庄要跟文人关系了解老庄，他们看小的、窄化的、精英化的。你看明清，他做普通人，把这套秘籍就直接把他这个什么在那个史卷书卷出来。好，那么这一套东西呢，你看到我做了一个整理。法官啊，哎，就是这个所谓的黑历史书的，你看，有法官、神教地天、龙神、城隍土地、六经六典、光华经纬，都能管。哇，道士的行业包山包海，只要无形的，你佛教不处理的，你儒教不愿意处理的，不屑处理的，通通我来包。所以道士有饭吃啊，哎，都是不是安尼啦，哎，都厉害。法师也很厉害，对，哎，真的，这是涉及到生计问题，对不对？你所有的你儒家不管的，你读书人不管的，通通我管，我帝皇帝管，哎，道士也很气派，哎，我帝皇帝跟皇帝讲说，你不管了，我通通都管，你佛教不管了，通通都管，这个以前的道行，道士很有威信，就在这里，建立他在民间的基础上。然后你看这地表里面呢，他就开始说很多的圣德的这个条例啊，然后要怎么样的这些什么活动，而且这都收入里面这个行业公司，就是说他是有规矩的，只有天然地表没办法做了，你只有天然地表只是给你一个资格，那个度呢很多都是什么呢，给你一个权利，甚至你能死了以后要怎么样，但是你怎么去对？你面对鬼神，面对邪神，面对什么土地城隍，你怎么，你的资格在哪里？我都不能给你，我有宝贝给你，你来说我给你。所以为什么我相信啊？那你是天地会发现变的，甚至有空中天地都可以发现。为什么？你有依据啊，就好像什么呢？太极运动一样啊，你有一个刑法依据。我觉得道教这方面嘛，非常的什么神的重道，它通通都有。然后你各种的什么
这个风景都有啊，风景都有。然后如果你这什么呢？你地方的省、地方的什么呢？这些城管，如果你这个不按照规矩的话呢，你是有罪的。哦，当然是应然性的，但是你看哦，这个律啊，给予那地方的道法官很高的权力啊，这种权能啊，你只要来收入，我给你权能，要不然人家怎么样去收入？龙虎山哦，他靠着收入，皇帝也没有给他特别的很多的信用，靠着什么收入？你看，建立他的权威，一个宗教没有威信哦，那没办法成为一个大宗教的，那只能够什么呢？一两百年或者是几两一两代就结束的这种权威，宗教的威信啊，宗教威信。好，那你看，就龙子，龙子你要怎么去祭拜？但龙子如果你不守规矩，我会处罚你。为什么今天他跟什么其余其什么子女有关系？换句话说，在任何一种行为背后都有依据的。我今天只要强调的是，那个律有格有律。你有律，你才能够什么行我非常完整的一套体系。好，这我举很多这样的例子，你看，这包括什么？包括城管，好，包括城管，啊，然后包括各种不同。那现在我是作为我研究的材料，所以我可以很快的掌握进去，各种都有。非常，所以哇，主我好重，所以那大法会说要从轻啊。他不然我不也许都吸掉掉都关起来了，这个监狱人满，这个人满为患，神满为患，很有趣的一个观念，一直都有。好，那个这个我的这个所谓的戏子里面呢，他自己有神力扶持，为什么扶有效？对，为什么天师的扶有效？因为我的扶一下去的时候，你扶持，如果你没有做，要被处罚的，他规信啊。你不但是自己有力量吗？这些人赶快去做，那如果他不做呢？我处罚你。没有这样啊，没有法律的权威。我跟你讲啊，这一套东西完全是地质中国所建起来的这一套，那不能动哦，不能动。这就是我最近在研究《西游记》很有心得的地方。你看，这个龙神。雷神，土地，这是什么呢？山神，还有什么公曹使者，通通按照规矩，当然就是定然性。我一定要强调是定然性，理想的最后当然是邪神，精怪，否则道士当领下去，为什么能够出家收经？所以我这一篇文章就是我觉得他有这一套规则，不是民间想象的，一般人如果不了解，是想象的厌然的应该怎样，有套规则。好，最后呢，我再很快的找一下我的那个抄，他不是一篇，而是一批。好，这边这几个就是一批，然后这个抄规则是姓邓的。这个还是蛮最大的，然后他所处理的这些都是差不多这个能力啊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是喜欢就是启动的，然后把它重要的花庙破产花庙，我这个后来跟湖南的因为到这边的朋友联络，我说你做不做？现在做不做？因为我还没去做调查。你说你做不做？你去做。他困苦的时候，很多的产品、很多药都没有。他如果我们不做，地方很不安心。所以现在呢，他跟我讲，我现在啊，一个月啊，做这个一年里面做发展过庙，做了好多次。哎，你说怎么会不做？做啊，做啊，特别是在电话的时代，他是重点啊，一直到现在还在做。但是呢，我当年查出来他是属于天地的，这样的东西，天地跟什么呢？跟天地跟鬼地呢，我说他不能在一起。你看我过度的修理这样，这是抄本里面看得到。我问他，我说你真的要这样做？他说就是这样做，我师父交代这么做，所以就是这样做。然后这里面呢，我在虽然是个研究生的时候，我很快的看过去。他是跟工业派也有关系，
开发人也帮我找出了一些相关的认同，也帮我找出因为这种都是能够保护的，能够方便使用。然后呢，也有元帅群，也有元帅，也有什么真菌，这都是抄本里面所见的哦。所以做抄本没那么简单的，你用做抄本的时候，你要从道藏里面要找出很多相关来证明，不是拿着抄本的，做这些也都能。大陆现在的抄本一本上网的时候，光是复印本就卖几百块，那是的。对，但是其实这种你不会用，开始抄本不会用啊，比一个古董文物还没有价值，不会用。但是它现在变成集什么呢？征集的买卖，买卖非常痛苦，没办法。还有啥？上去广告，那我一对照以后，我就知道这就是个发展后妙的东西，对不对？你看，我在很快的讨论一下。那具体的讲怎么做？我问他是不是这样做，他就是这样做还是这样做？过程，这个过程，这是民间系统处理跟江西的发展后妙，发展后妙。好，然后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几层。合作多请，多请都来了。发票还有习文，一连串的公司，哇，这套东西非常早，从六朝到唐代都有，是古老的传统，宋代当然也有。对，我做道家研究，我不屑于道家，我广泛的看历史文献，华丽。我最近几年是在看宋代的那个历史，宋代的那个，因为你不了解宋代的地，你不了解道教的地怎么来，这就是我这几年花很多时间做很多宋体、出版社啊这些东西，我也鼓励抄本，往这条路，对，如果你没有走这条路，道教的东西是一个贵万千的东西啊，它没有卖过，没有引进的。好，你看，那这个与世界为。从视频到的水到的这么多品，都有。我从这个来，这个当然也帮我们从唐书一直这样做下来。我视频的话，抄本里面的天人、已经天律，跟这些所谓的民间的天律的字，特别没关系。我第一次看到天律以后，我不想怎么研究，后来发现说，光是抄本没有用，对一般人没有用，对学者也没有用，你一定要把它追溯它的源头。对，像就是我的目的呢，对，除了江西都有做，那么怎么把连接这个抄本，然后建立起一个更高于刊本的一个版本系统？我认为研究道教，研究明清道教，研究民国到现在，如果你没有抄本，没办法做。所以研究道教不是停止，而是什么呢？没有材料，然后你看这个玉，天玉，天玉，天玉归玉，越变越清楚。因为法律从宋律、大明律、大清律息息相因，非常的清楚。对，像这些都很方便，都很清楚。然后呢，配合律有德律配合起来，有德有律，你才能够写法有依据。然后呢，你到了武山，你就成为有职衔的法官。你有一天你走了，跟这里当下，你爸爸是做仙，因为你受了律。你是家里有传统，所以你做仙官，不要跟一般人。一般人都把死亡当工作，道士是要去做仙的，很重要的观念。我认为我们道教自己本身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对不起我们老祖宗。你敢去受禄，天师傅敢给你咒符，给你一个禄，那表示说我认定你是仙官，你的名字已经名在地义，就是像一般道讲的。天坛挂号，地狱处理，只有道教有资格天坛挂号，地狱处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建立，自己搞不清楚，
道教学者搞不清楚，民间的道坛道士当然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所以呢，地方道坛所保存的抄本，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它，好好利用它。当然，最好是配合的天联调，这是目前。我觉得我有点老，我想好陪你，都一定要经过很多的准备才能够去问这些道。所以，我跟阿鬼，我们就把责任交给圣人，交给超人，你们去跑。我给你资料，你去跑，你不跑这里面的责任。因为什么？因为道教这一套规矩很早就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什么呢？你好好做。孔子呢，我也给孔子吊孝。你敢做老入举，你就是要有这样的知识跟自信，否则。做都干什么？很多天师，人家做主很，人家什么呢？做主，那做主跟做主是做什么？你要给人家讲清楚。对，我找个时间去公山见张新涛，我说你要跟人讲清楚，我敢给你拿钱，我给你做主，我就是给你一个什么自我的信心跟一个宗教的威信，不然你这个钱掉了。敢拿钱，你就是要敢给人家一种信心。我作为一个道教学者，我跟老哥一样，我们都经历过很辛苦的阶段，但我们对道教我们都有点，我们有信心。道教学者跟道教界是可以合作的，不是冲突的。所以呢，我这次呢，很高兴我们老朋友在一起现身说法。我想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要每次都来也不太可能。但是呢，我的研究就是这样做出来。我要把一万多字的材料全部拍到成本集结，然后开始写文章。故事，你那个材料拍写拍后，但我一定还会调整。但是拍写拍后，我有一套理论，我花了将近好几个月先想这个架构，然后架构弄出来以后，我就可以开始写，来开始分析。好，所以我推到这边，谢谢。有觉得他们老吗？完全没有啊！我觉得他两位老师给我们展现的对道教研究的热情，还有他们的实践，根本就是十八岁吧？是啊，所以我们还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之下继续努力。十八了。好，我们再以热烈掌声谢谢两位老师。有一位是说，希望这两个这么精彩演讲，有没有一个？书面的文献可以给大家，那我们会有一个对两位老师的，请大家对我们花莲研究中心捧场，我们出版的时候你们踊跃购买。我们有一个专辑哦，就是华人宗教研究中心期刊，然后我们的期刊呢也跟大家报告，在今年获得那个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啊，在这个期刊评比上是最具影响力期刊。在冯浩老师还有林正元老师以及我们之前这个谢世伟主任的一些努力之下，我们成为最具影响力期刊。所以各位，那我们能够不看一下这个最具影响力期刊吗？然后两位老师的这个研究呢，还有他们今天精彩演讲，也会在我们期刊上面做专辑啊，这个发布。那我想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继续来支持，好吧？谢谢大家，我们这一场这两位老师。我忘记讲一句话，我这个 PPT 是龙子帮我赶出来。谢谢荣子，我会给荣子拍拍手。好，那我们是不是宣布一下这个会议执行？好，待会查叙时间，因为我们演讲真是太精彩了，那我们也查叙时间维持到11点，那我们下一场发表是11点准时开始，谢谢。